坦白讲吼，一路行来吼，伫路顶人家牵手的是足济啦。哦，所以老师，这是真正的情形啦，哈。阿姨讲的情形就是朋友聚会。庙口开讲，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前进大直直福宫，大方还原咸猪手风波，还暗讽爆料者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巧芯。看到三个将伊家己要想做三回，就变做三回啦。啊，别人实在无安尼，那是伊家己在想。哦，爱家己嘛，真侪相片嘛是安尼啊。伊讲叫我吼，唔通受气啦，啊，心态更好在啦。啊，奇怪，即我古早甲王必胜讲时，叫伊心头了好听小讲。土地公庙前，陈时中强调：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向支持者喊话，谣言止于智者。你啊，想来安尼，你知影无？我咧判断是因为吼，拜六我这个辩论吼，表演了太好诶，大家讲是毋是？好甲因会惊啦，好甲一时吼就出奥波啦。破解谣言爆料之余，陈时中也不忘分享这段选战心情。但谈到疫苗，他一度讲不出话。啊，嘛有人当面甲我呛声呀，哦，讲我害死这么侪人来出来选举。啊，是啊，你讲吼，我听到这个消息，心足痛。哦，但是目屎干咧吼，嘛是唔敢，用讲者嘛是唔敢靠好出来了。这一次的选举，不管外面怎么说，民调怎么做，真实的情况。就是非常接近。选战倒数，蔡英文、陈时中两周内八度合体，更找来王美花、陈建仁站台力拼1126，成为最后赢家。继续关注凌晨采访报道。